伸腿，没有膝盖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低下腰，不是，站起来 ，U 型 ，U 型，准备。你们可以转过来，就是面向后，面向后转过来，对，继续看，对，认，好，我的伸长，加长高，漂亮点，下面扬起来，深呼吸，吐气，再仰高一点，两个手啊，紧紧的收拢，和肩膀一样宽啊，呀，加长高，深呼吸，对，缓缓的，慢慢的往下下啊，有控制的往下。Seven.
抱腿，直接抱腿啊，我试一下啊，准备。
为仰头可能会这样的话，那你想要起的时候五分正点啊，高起，好，好，手不要软啊，没垫子了，手不要软啊。对，如果你做不好了，翻过去，做不好了落回来，知道吗 ？OK， 好，休息一下，来继续看。走线一下，宝贝，过来，讲线，来，线怎么做？走线怎么做？
跪过来，啊，过来宝贝，在这等着，走，试一下，弯腰 ，Yes， 宝贝 ，OK， 走，走 ，Yes， 走，嗯，呀，小心，别离太近啊，对，接下来大步往前走，宝贝，往前走，对，往前走，走，嗯，大步往前走，对，还挺好。听不懂中文，走，你听不懂中文，我说不好听吗？对，大步往前走，把你胳膊打一打，打走，流动起来。Yes. Yeah.
要停啊，只要有空隙就可以走。Thank you.
跳一个啊，你再看一下啊，继续看个范儿。OK， 你先看一下啊，来，左边的裤高立定，对，高，走，飞起来，对，手摆在后面，从后面，对，每一次放到身后啊 ，Yes， 走，每一次放到身后，嗯 ，Yes， 走，啊，蹲的好看一点，那好继续。哦，你看你这样，定住手在后面，对，是这样的啊。好，来，到前面站，来跟老师学运动吧啊。嗯，我们先散开一点，你记得啊，散开一下，散开就可以，只要能看到我啊。好，好，同学们站在这儿，对，看到老师啊，手的体态看到吗？挺胸，抬头，两个脚一定要并紧。我们要打开啊，翻译跟起泡啊，老师说起泡，你的动作一定要清晰简洁，明白吗？不要把动作做得非常复杂。对，高抬头，挺胸啊，然后你看啊，往前上踏步，一，好，就蹲在这就可以了啊。向后画一大圈，看到了没有？嗯，一号肯定一看，看手的动作向后画一大圈，看到了，对吧？向后画一大圈。
Thank you.
对。
Thank you.